真是高手，哎呦我的妈！这一把。火车站，火车站了哈。哎，美女，去火车站多少钱？100。一百，人家都50，你100块钱，太贵了，便宜点呗。哎，去不去？就这价。哎，这样，美女，我给你表演个才艺，那个你给我便宜点行不行？什么才艺？那个，我给你学狗叫。我跟你说，你要学得像的话，就他免费拉你。啊，行，您看着啊，火车站，火车站了哈，车站，火车站了哈。老公，你看我新买的鞋好看吗？好看啊。你踩一下。你不好吧？踩脏了怎么办？没事，你踩。好吧。你脱了鞋。怎么还得脱鞋啊？快一点。哎，行吧。哎，你先把鞋还给我。哎。滚！妈。哎呦我的妈！哎呀妈呀，媳妇儿，这鞋太好穿了，这新鞋。来，别害怕，张嘴。哥，你长得真帅。谢谢啊，张嘴。那这会儿咱俩吃个饭吧。不用了，张嘴，张嘴。你有女朋友了吗？我已经结婚了啊。张嘴。那你们是干啥的？啊？我媳妇儿她。我看看他媳妇干啥的啊？给你拔牙的，这疼吗？疼啊！疼还这么多话，这疼吗？疼，疼还能吃饭？牛！美女，我问一下，你体力怎么样？挺好的呀。那我就。不是，就你这还是霸王餐，就我这体力，就十来会儿都没问题呀、啊。不是我结完账了，我。结完账了，那你好疼啊！我就想体验一把被人追的感，我就想体验一把被人追的感。先生，您的酒。你家啤酒多少钱？8块钱太贵了吧，6块不行、啊。是我们家没有这个价，这个酒定价就8块。我兜里就剩6块钱了，我想喝咋整？妈呢？Welcome to 山东，山东厉害。先生，您6块的酒。哎，你干嘛呢？这车惹你了？我开我老公的车，关你啥事儿啊？你老公的车，好，来，走，老婆，来跟我回家，走，跟老公回家，怪冷的，走。别闹玩了，你不是我老婆吗？那哪能是啊？你到底是不是啊？不是，不是，不是。你再说一遍，是不是？你别打了，我跟你回家。走，跟我回家，走，回家。帅哥，您的牛。好了，前面有哈。哎，等会儿，你回来。怎么了？回来。我说你们家真的越来越会做生意了哈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以前来的时候还2块肉，现在怎么就变1块了？那块哪去了？让你吃了呀？
这活对不起。我在后车，我要给你捡来啊，去吧。美女，一个人吃饭呢？那个介不介意我在这儿坐？坐了。哎呀，一个人喝酒多没意思啊！我陪你喝点儿。来。兄弟，你瘦了。长龙漫漫伴你走，老天，老天爷，阿妈，你别笑。你吃好了吗？嗯。服务员，买单。先生你好，这首先喝258，打这250。不是你抽我干嘛？你不是要买单吗？250。不是兄弟，你是不是没结过婚啊？我跟你说，结过婚的以后男人的钱都在女人那管。行了，别扯，到时候你领俩大姑娘来，到时候走着还是你买着单。你给我等着你。啊我操，这学校买单了。你好服务员、啊、咱家 WiFi 密码多少 ?LYP82DHJ。YYYYP 也有点复杂，这你也可以继承来一瓶82年的红酒。啊这个意思啊，行行行，好嘞，那个来一瓶82年的红酒。好嘞。能开吗？能开能开能开。确定。有些人声音自带魔性，不信你看。哎呀，别拉拉扯扯的，你干嘛呀？你这是？哎，不是，回家吧。回家干嘛呀？不是说出来逛街的是你，你这会儿又要回家，你到底想干嘛？赶紧走，走。哎，你看着我。干嘛？看你干嘛？啊！你神经病吧？这外面到处都是人啊！你发哪门的神经？快点走，走！好黑呀！吃饭吧，你请啊？啥玩意儿？我请咋？我又请？我去年不刚请了吗？你请。要不这样吧。咱俩别气，谁先上来谁请。行，来吧。哎。你看那贵那地儿化了个妆，跟个猴皮一样，他还发了个朋友圈，感觉自己跳杆。你说我当时怎么看是他？他啊，你什么意思你啊？大勇，开玩笑。你在大爷面前说我难看，那个啥啥垃圾的。女士，你到底啥意思你啊？我告诉你，吃两口，你给我看他照片，我都吃进去了我。I was born for it. 老板娘，二号桌一瓶矿泉水。好嘞。想不想好、啊？不是，你老板娘，他们都说了，你就来一个新员工，你就换一个男朋友，你这不好吗？你这。谁说的？不是，你这到底谈了多少个男朋友了？你。谈多少重要吗？重要的是你愿不愿意成为我的初恋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前面就是考验。哎呦我的妈！哎呦我的妈！哎，老板。我手冻冻疮了，你帮我洗个澡呗。不是，
好吧？不是，就洗个澡而已，有什么不好的呀？等一会儿，你这个拿着呀。洗这个澡啊？那你以为呢？啊？你好，老板。哎，你这是带吵架公司吗？我这是真的带吵架公司啊。啊，那吵一次多少钱？普通话一次的话是120元，炒饼话是。那方言呢？是这样的，上海的话是加50，广东的话是加80，然后福建的话是加100。啊，是，我明白了。我是江西的，您看要多少钱？我也是江西的。这样下去，我找对象就得在本小区划拉了。哎呀，前面有个小哥哥。哎，小哥哥，你干嘛？信不信我敢打你女朋友？我又没有女朋友。哎，我不喜欢软弱无力的女生。哎，你犹豫了，我更不喜欢优柔寡断的女生。我妈说了，不让我跟傻子玩。傻子，你干嘛？哎，吓死了你！怎么了？怎么了？追尾了？追尾？这停车场你能追尾？那不都怨你吗？怨我干嘛？又不是我开的车。哎呦我的妈！我可真服了你了，我就，哎，你把车撞了啊？是我。散了，我自己修吧，我一自己倒霉，拜拜。就你这样的出去，我放100个心去。你再说话，信不信我走？哎呀，我好怕呀，我求之不得。来，我给你开门，哎，赶紧走，走，你出去。我不跟你去，赶紧走。我想跟你久好长时间。哎呀，那我不能耽误你们的好事，用不用上去给你敲敲门啊？啊，来，吓唬谁呢？哎，我不打，你别这样。什么手呀？你干嘛呢？伸手。啊！哎呦我的妈！跟我玩呢？好，行，算你狠啊。哎，不是，你雪糕哪来的？啊！哎，你起来，让开。会撒娇的女人最好命。一，谁呀？怎么敲门？楼下说这是你的，是我的，怎么了？快帮我拿走！你是不能跑二公里吗？哎，你俩吵什么呢？你俩吵什么呢？楼下这是你的吗？啊，是我的，是。我告诉你一下，帮我就好动了。哎，行，没问题，走。他是谁呀？我妹妹，不用管她。我妹妹，在家好好看门。哎呦我去！现在开滴滴的都开这么好的车。是你打的车吗？对，是我。哎，等会儿看看手。怎么了？行，上车了。啥情况这是？咋了美女？现在戴口罩不行，还要看看手相啊？哥，是这么回事儿，这不女司机吗？车技不行，我看咱俩年纪也差不多啊。看你手势明显还挺长的，我估计咱俩能安全到达目的地。哎呦我去！啥情况？你都吓死谁呀你？不打不打了，走。无心改变，穿越时间，你想去，你是。对不起，我怎么下去？哎，别闹！哎，西瓜。哎呦我的妈！
哎呀，这是什么造型啊？挺别致啊。